近日，华生一拍摄的一组杂志写真在网上曝光。华生一身穿一身黑白相间的服饰，一件剪裁得体的西装外套，里面搭配白色的裙装，而且这身裙装是采用不对称的设计，露出不对称裙摆，看起来设计感非常强。西装外套也采用了不对称的设计，另一边有一条长长的流苏，一直长及地面，配上黑色的皮鞋，看起来酷极了。华生一身穿炫彩的印花裙装，上半身是一件粉红色印花的上衣，配上白色的衬衣和黑领结，白衬衣可以很好的削弱花衬衫带来的花哨感，下半身搭配的是一条淡粉色的半身裙装，配上高跟鞋，看起来非常有女人味儿。简单的白色吊带连衣裙穿在黄圣依身上，反而更能够衬托出她的独特气质。裙装采用了针织的设计，而且展露出了她漂亮的肩部线条，还有修长的脖子，把头发扎起来，有种文艺女神的感觉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